那我就站在这里等，让服务器保存我这个位置，这样的话就刷得快了。好的，我现在75.15黄金，然后来到这里有个平台，打开线上菜单，快速加入故事任务待命，一、二，来坚持一下。好，设定网络设定，来咱们断网。好，断网之后再上线，上线之后呢，我们再返回，重新上线。好，上线我们又来到了老地方，来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方法呢是根据一个每日任务来做的，就是这个每日挑战，在这里。已收集的收藏品5/6，就是还差1张就完成了，就最后一个，我们去收集一张卡牌，收集他卡牌就可以获得002的黄金了。来，我现在是75.35黄金，OK，继续走。这个人要干嘛？这旁边有个玩家，我得赶紧。好，我们到地方了，到这里呢，到这里来，然后快速加入，故事任务待命。检视一下权杖，巴塔，这就是最后一个收藏品了，最后一个收藏品。一般情况下，你拿了这张收藏品就6/6就完成这项每日任务了。但是通过这个卡 bug 之后呢，你就不会完成那项每日任务，同时还能获得黄金。然后每收集10张这种卡牌的话，还可以去卖钱。好的，我们再重新上线。耶，我们又回来了。这下呢，我75.55黄金。来，马儿在我后面，你们可以再看一下。然后我这个每日挑战的话，还是一样，已收集的收藏品6/5，还差一个就完成了，就每次刷这一个就可以获得0.2的黄金了。哦，shit，这个马真笨，快快快，起床，快起来，走吧。这里有个屎，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黑水镇这一边，在娜扎夫人旁边，你们可以看到左边的小地图。对，我就是在娜扎附近。好的，来继续快速加入故事任务待命玩家，然后把它拿起来。Bingo，听到了音效没有？就是这样子离线，上线。好，我们返回游戏，已连线中断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再重新上线。耶，好了，来了，镇静。哎，这次刷的地点比较近了。75.75黄金，nice。耶，点错了。你可以加群呢，去找朋友一起玩，对吧？好，75.95，马上就76黄金。Go go go！马上就76黄金了。为什么我的营地在附近呢？我真奇怪。
我的营地居然刷在了附近，惊了。耶、yeah, ，好了，76015黄金。怎么我感觉这附近有人的样子？哎，等等等等。好，顺便我看一下我那个，不对，不是在这里看，吃错了、啊。看完，全站是吧？对，全站八塔，八塔八塔，我拿了七张，再刷三次就给卖掉了。OK， 快速加入，故事任务待命。这上线的速度还是蛮快的。好的，我们这下去找那扎女士，她在这附近。对，我这里买东西，买全杖巴塔十张的。What have you found? 全能把它全部卖掉，77。All right, but it's worth selling these as a set, you know. 走吧，继续去弄巴塔。